怎么回事儿？大家都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吗？真让人瘆得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是你？我都叫了你半天了，为什么同学们都这么开心呢？这是因为呢……什么？家庭日放假一天？只要父母和朋友来学校接你，你就可以出去吃好多好吃的，也可以玩一整天再回来。因为大家都想早点见到家人，不知不觉就开心起来了。原来如此呀。我的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大吃一顿，小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不用，你难得和爸妈见一次面，我就不去了，而且我还要学习编码呢。咱俩谁跟谁啊？一起吧，学习有什么意思啊？还是不用了。一个人都不在呀。刘娜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带她去了游乐场，奶凯去吃大餐了，小林的师傅带她去了博物馆，朱利安和师兄弟去看棒球赛了，大家肯定玩得很开心吧。没关系，我也可以过得很开心的。一二，在走廊里乱跑一气。笑死我了，我太有才华了。哎呦，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哎呦，也不在这里。那不是小秋吗？他怎么没有出去呢？明明能探测到能量球就在学校，还在释放强烈的能量波，在哪里？究竟是藏在哪里了？李贺，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啊？剪刀石头布。你赢了！我以为你会出剪刀，你是猜拳的天才吗？李贺现在还在玩这种幼稚的把戏。这里也没有吗？究竟是藏在哪里了？小智哥，你不用放假的吗？这里干什么？因为我没有家人到学校来接我呀。不过你进校长办公室是去干什么呢？其实我只是在玩收集精灵的游戏。之前有同学告诉我，校长室里有一只很稀有的精灵。是这个吗？怎么这么丑？智商好像也不太高。长得有点像校长，所以校长室里才有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还是别玩了。是吗？小智哥，我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好无聊啊，我还想找他一起玩呢。时间过得真慢呢。我要做点什么好呢？对了，我说了要好好学习的。小智，你的朋友来学校找你了。朋友？不会吧，我哪有什么朋友啊？是之前一起玩的朋友。
一起玩的朋友。就是嘛，我也是有朋友的人，还是有人愿意惦记着我的。哦嘿，啊！怎么回事？是你们两个？你们俩为什么要自称是我的朋友啊？你这么快就忘了？我们明明在街头一起玩过呀。嘿嘿嘿嘿。我和你们两个没什么可说的，你们先回去吧。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这个态度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吧。你原来躲在这种地方，怪不得找不到你。怪不得找不到你。你们来这儿到底是想干嘛？让编码战士上门拜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编码对决。嘿，又来。你整天躲在学校里跟着老师同学玩过家家吗？不懂就不要乱说，这里是为了让你成为编码战神进行修炼的地方。成为编码战神？你还是这么爱吹牛啊。那么你就亲自证明给我们看看吧。成为编码战神？哦，好吧，那就没办法了。不过你们可不要后悔呀。进来吧，这里就是教室了。这儿没什么呀，你吹牛吹得太过头了吧。没错，吹得太过头了。哼哼，看好了。天哪，这是什么东西？这叫八角对决台，是学生之间正式对决的比赛场地。好厉害呀。你说什么呢？这有什么厉害的？只是表面光线有什么用啊，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你上次不是没比划两下就输了吗？吵死了。这个就是钢铁犀牛二代，这个家伙和之前可是完全不一样了。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完全看不出来呢。你真是无知的可笑。就让你亲眼见识一下。这是什么？是毒气吗？你先闻闻这个味道再说。闻起来还挺香的。这是在对决时提升编码战士专注力，同时注入清新能量，令人倍感舒畅的芳香功能。你还敢说没有区别吗？不，老实说，真是让人吓一跳啊。好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吧？编码对决开始。上吧，钢铁犀牛二代。这哒哒，嘿，哎，哈，又输了。怎么会？那个老古董机器人竟然比上次更强了。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我就请你们吃顿午饭吧。小胖、鼻涕虫，如果你们想我了，就随时来学校找我玩吧。在这儿上学会不会太无聊了？不然这样，我们两个一起称霸街头吧。如果咱们俩联手，谁还敢小瞧我们？不了，选择留在这里修炼编码能力，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真肉麻。那么
你一定要成为最棒的编码战神才行，不要让老师跟同学们看不起哦。再见。再见。再见。等我更厉害了会再来找你的，你也要好好训练哦。哎，哦，选择留在这里修炼编码能力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因为在这里有我亲爱的朋友们在身边，就是最棒的了。奶昔都要凉了，快点。校长，嗯，喝吗？已经有十年了吧，安德失踪的时间。是啊，他研发出了能量球，然后就失踪了。但是，能量球的能量来源，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开。啊！超级机器人学校的交换生已经到达我校。知道了，我们这就过去。嗯。哇，真有意思！双胞胎呀！大家好，我们是善良又可爱的双胞胎高龙高峰两兄弟，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炼狱毒蝎。合起来就是炼狱毒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谢谢，谢谢。哦，交换生的性格还是挺开朗的，很活泼的孩子呀，期待他们的表现。哇，哇，厉害呀！这就是十年前俄罗斯编码机器人研究所限量生产十个的机器人零件吧？迪凯，别吓到客人了。好了，我要继续介绍了。这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朱莉安同学。哼，我听说你很厉害，朱莉安，请多多关照。还有这位是小智。嗯，啊，小智去哪儿了？嗯，小智是谁呀？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看好了，小智在此。哼，你们两个就算能骗过其他人，也别想骗过我。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把这里打开。小智啊，你是怎么了？这里面什么都没有。确定没藏着非法改造的零件吗？非法改造的零件？没有，我们绝对不会使用那种零件。没有的话，就打开证明一下。的确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会是空的呢？走着瞧吧，我迟早会让你们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其实没有恶意的，请你们谅解一下。没关系，我们不介意的，对吧？是啊，可以理解的。你们真的很善良啊。红色风暴，你也记得的吧？我敢肯定，就是那两个家伙。还没结束呢。结束了。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胜负才刚刚开始呢。什么？是双胞胎吗？砍招！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场对决由我们结束。难道是非法改装灵剑？红色风暴，你们两个太卑鄙了。我们可以一起做对决训练吗？现在吗？嗯，可以吗？你们为什么不让机器人攻击呢？听我的，这么说，哇，你的实力比传闻中的还要厉害，特别是反应速度也太惊人了吧。谢谢你。不过我听说你在编码对决时会变成和平时不同的性格，为什么现在没变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练习啊。啊，因为只是练习嘛。如果我这样做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想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哼，好吧，给我看好了。对嘛，这样才有意思。小林跟高龙高峰。李凯出什么事儿了？小林跟新来的双胞胎正在进行训练对决呢，我先去吃炸鸡了，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对决？不行，我要阻止他们。阻止他们？在说什么呢？好饿呀。嘿，你还可以吗？那就尝尝这招吧，狐狸气功波。怎么样，看来胜负已经很明显了，还想挨揍吗？高峰啊。不了，我真的学到了很多，谢谢你啊。快看那边。狐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嘿，你们太过分了！我就知道会这样。小林，你快说，是他们干的吗？是吧？怎么又是这个家伙？真是没完没了。不是的，应该是我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这两个家伙可是……高峰真的什么都没做，应该是我的编码出了问题。可是……那我先回去了。
所以你的实力有长进了吗？街头对决小霸王。你不会还在用那个老古董机器人吧？叫什么来着？红色疯疯癫癫对吧？是红色风暴。对，红色老古董，你可千万小心别磕坏了。下次对决就等着被我们捏成碎片吧。太可恶了。小智，你要干什么呀？总算来人了。这家伙怎么这么奇怪呀？小智，到底发生了什么？终于完成了！今年地下城的迷你机器人。很好，真是太好了，今年的地下城对决肯定会很有趣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谁入侵了十三区呢？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安保设施可是世界一流的。不会吧。天哪，能量球是怎么了？